港鐵競舞賽由2005年開始，到到今年已經係踏入第七年啦。呢個一年一度全港最大型嘅競步比賽，將會喺2011年4月10日星期日喺中環遮打道舉行。如果你想身體健康，但係又唔可以花太多時間做運動嘅話咧，競步係一個最好嘅選擇。快啲叫埋啲屋企人同埋朋友一齊報名參加4月10日嘅港鐵競步賽，一齊行多啲，健康啲。